脸书将推出最新版规则说明，并对恐怖组织和裸露照片下禁令。美方希望脸书能将相关规定做更清楚透明的说明。英国政府通讯总部截获消息，担心皇室可能成为俄罗斯骇客的攻击目标，因此要求皇室成员关闭脸书与更改电子信箱地址，以避免国家机密或消息外流。这次遭到警告的皇室成员包括哈利王子、威廉王子、凯特王妃等。据说哈利王子被要求将脸书账号关闭。俄罗斯总统普丁神隐多天，引起全球媒体关注。维也纳媒体15日披露，普丁其实是罹患背部疾病，维也纳一名整形外科专家因此前往莫斯科为他治疗。报道没有写出医师的姓名，也未表明消息来源。普丁神隐已经超过10天一直未公开露面，原因众说纷纭。智利一间厂商推出救生员无人机，此款无人机可以在发现溺水状况时第一时间把救生圈送往溺水者，时间比等待救生员游过去还要快。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